从小到大，我有亲密恐惧症，但静静对我来说是个例外。在她的身边，我没有任何的顾虑。她有什么要求，尽量满足她。我只想让顾荣尽快回家。是，董事长，您这心里全是小顾总。我相信小顾总总有一天会明白您的良苦用心的。但愿吧。你好，在晒太阳啊？阿姨好。回去就做饭了。好。哎呀，老苏，你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去啊？媳妇儿出事了，静静不见了。啊，小顾，静静没跟你在一块儿啊？没有啊，我跟伯母去买菜了。静静没回来吗？没有啊，我给静静打电话，她手机一直关机，静静从来不关机的，这都失联几个小时了。你给艾米打电话呀，兴许她在艾米那里呀。我肯定打了，艾米说静静没过去找她。你说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急死我了都。你不要瞎讲呀。怎么了你们这是？我联系不上我们家静静了。是啊是啊，她下午还在我这儿喝酸梅汤呢。是吗？那她喝完酸梅汤去哪儿了？对啊，哎呀，当时人多，我想想。你好好想想。好好想想。对了，那个来了一群穿西装的男的，把他给带走了。穿西装的男的？嗯。哎呦，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伯父伯母，我知道静静在哪儿了，你们别担心啊，我肯定给她带回来。哎，没事啊。不会有问题吧？放心，没事吧。喂，顾总。我爷爷今天在公司吗？不在，中午就出去了，怎么了？挂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就是顾总突然问我董事长在不在公司。董事长？白总，顾总那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出去一趟。什么情况？苏小姐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，这张支票上的金额，您可以自由的填写。倒像是你们顾家的风格，那家伙刚到我家的时候，也是这套逻辑。如果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，您可以直说，我们财务法务都在这儿，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你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，别再来烦我。苏小姐，在你没想清楚之前，你不能离开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静静，静静，住手！你们几个啊？你们几个都老实点啊！都老实点，不想变成小病人的话，老实点啊！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保护你啊！还动，往后退，后退，还动，顾总，别打了！哎呦，顾荣，顾荣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正好想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苏静静带到这儿？哼，我不请苏小姐来，你又怎么会出现呢？
你让何主任四处抓我，还带人去苏馆打架，这些我都忍了。但是你要伤害苏静静，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顾柔，你以为苏小姐真的适合你吗？你身边有太多优秀的女孩子，你都看惯了。那苏小姐只不过是你图一时新鲜。我对静静的感情我自己最清楚。她虽然看起来平凡无奇，但她善良、单纯，从来不会强迫我去做任何事儿。从小到大，我有亲密恐惧症，但静静对我来说是个例外。在她的身边，我没有任何的顾虑，我不用去扮演你顾振华的孙子，也不用扮演顾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我只要做我自己，做顾荣就够了。所以我愿意为了他，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幼稚鬼，我只想他每天开开心心的。